在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阿根廷，生活着20余万华侨华人，他们在这里创业打拼，开创美好的生活。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让我们通过镜头表达生活在阿根廷的华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祝福。今天我们基尔梅斯华人超市商会为不能够回国与亲人团聚的侨胞组织了一场庆新年座谈会，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度新年，让大家感觉有家的温暖。我在这阿根廷过了13年的那个春节的嘛，在阿根廷过春节跟家里的过春节都一样的，在哪里有家人陪伴在一起都很开心都很快乐，然后在这里我祝家人新年快乐。我在阿根廷祝国内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喜庆光阳，祝大吉新年快乐。我在阿根廷祝在中国的家人们亲朋好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在阿根廷祝国内的亲朋好友们身体健康，新的一年有数不尽的幸福，数不尽的美满生活，数不尽的健康财富，鼠年大吉，鬼力安永在我的命内。是新春佳节吉，我想感谢生命中的三个女人，我的母亲、妻子以及女儿，她们带给我生命、家庭以及快乐，祝她们能幸福、平安、健康。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年来临之际，我在阿根廷祝国内的凤山小伙伴们新年快乐，有数不尽的财富，数不尽的快乐。我在阿根廷祝在中国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国的新年庆祝活动在阿根廷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节日，我在这里祝福所有生活在阿根廷的华人朋友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阿根廷将近有10年了，在这里祝在家里的叔叔伯伯岳母祝你们新年快乐，这是你的外孙女。我在阿根廷祝中国家人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到了，我在阿根廷祝家乡的兄弟姐妹们新年快乐，鼠年大吉，万事如意。在阿根廷10几年，那个祝你在中国的家人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奶奶、外婆、爷爷新年快乐！新